把橘子、茶、敲碎，把萝卜切皮、切头。橘子茶，先把橘子茶煮好的橘子茶倒下去先，水可能放太多了。开火，然后就放一汤匙的盐。这个是不够甜，再加糖下去。加糯米粉，糯米粉哦，有一点糯米粉粘起来了，就本来不是这样的，我那个应该要筛粉前，然后它其实就差不多这样黏黏的，因为它要黏着那个白萝卜。保鲜袋里面先哦，也只是一条吧，通常人家会做比较多。然后这个其实人家没有这么黏的，我只是弄太黏了。应该糯米粉放太多，要水一点点，不可以，应该是没有这么粘的。腌30天1个月，冰箱。